今天我们带大家来路边的一间小店，它就叫汤王。这蚵仔煎也太夸张了吧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样一搅就有十几只虾仁。这个80块哦。对啊。它是生颗，再加上芥末，可以把蚵仔的鲜甜都衬托出来，还有肥美。多吃点，晚上才可以好办事。那一定没问题啊！我最喜欢办事啊。欢迎收看超派人生，我是主持人超哥，我是苏菲。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台中最大条马路文心南路路边的一间小店，它就叫汤王。这是一间铁皮屋哎，没错，所谓的路边摊大排档，我想来形容它再适合不过了。它的东西真的很多，而且口味非常好，其中不得不说它的鹅肉，它的鹅肉，你干嘛吞口水？它的鹅肉我觉得是一绝啊，我们很常来吃，就是这样子一间小小的店，然后坐在路边吃就特别有感觉啊。超哥上次有说过了，苏菲是可以陪他吃路边摊的不是吗？对，我们都很喜欢吃路边摊，因为我觉得大餐厅有大餐厅的美，那路边摊有不一样的风情。我们今天也都是从小人物开始的，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非常喜欢吃路边摊。你不要讲什么路边摊，我们什么都吃，只要好吃我们都吃。对，那今天我跟苏菲，我们贪吃二人组就带大家来看看台中美食再一发，汤王，超棒。老板，我要鹅肉半只。卖完了，现在才四点半，卖完了。Oh my god！ 我就是为了鹅肉而来的。哎，你推荐一下好不好？突然宕机不会点菜。跟那个是我们的新产品啊，鹅肉煎呢。哦，鹅肉煎，既然你推荐，那就来一份。海鲜粥称王，对，好，为什么会有这个 slogan？ 汤中海鲜粥称王，汤头不错哈，好，烤螺肉，好，差不多了哈。你看这个地方非常好点菜，就是因为它的价格一清二楚都在上面，一般都在100多块，经济实惠啊。然后坐在路边吃，是不是特别有大排档的 feel？ 我想街边美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快速，5分钟之内桌上已经摆满，已经摆3到4道菜。你还在说没有鹅了？对，他那个鹅他真就已经煎好了。真的，你看这个鱼啊，我说过哦，鱼如果不好吃或刺多或麻烦的话哦，我都不会再咬第二口。30秒已经半只没了。对，没错。它的肉又嫩，然后外表又煎得酥酥的。你看我们夫妻在吃就知道。你要吃饼干了。嗯，五仔鱼，我吃吃看哈。它的肉跟马头鱼不大一样，但是也是刺少。它的鱼味比较浓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喜欢吃酥炸的话，就大家就叫马头鱼；然后喜欢吃 juicy 一点的话呢，就吃蚵仔。而且你看它煎的外面酥酥的，里头这个如果来现场吃的话，就会觉得好像在喝汤的感觉。嗯，好吃。好，再下一个这个。这个非常特别，开胃菜。它是生颗，再加上芥末，蚵仔一定要新鲜，对，够新鲜。这个你在这种店比较少吃到，这样。这个蚵仔哈，很好吃，配上它的 wasabi 可以把蚵仔的鲜甜都衬托出来，还有肥美。多吃点，晚上才可以好办事。
那一定没问题啊，我最喜欢办事啊。我们也想办事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再叫一份给你吃。还有这个也是下酒菜啊，对，这个一定要来一下。这个一定要新鲜，趁热吃。哎，先去对面 Seven 买个啤酒好。我要问一下，这个店啊，其实比较特别，就是它有叫一道一道的菜，然后但是也有简单，比如说炒饭、炒面。他们这边没有卖秘鲁，要自带。这个是小夫最喜欢吃的凤梨虾球。他每样菜其实水准都不错。我们来吃一下那个粥好了。好。号称康网的海鲜粥，这个粥肯定不简单。没错，整块整块花枝。今天没有介绍到他招牌的鹅肉就可惜了，但是也没关系，我们介绍其他道好吃的菜给大家，因为他的菜太多了，琳琅满目。怎么样？这个汤，好喝，鲜甜，上面有那个油葱酥，很台式的汤头。你看肉块，还有大量的海鲜下去熬煮，所以其实它的汤头蛮好的，难怪它的老板这么有信心。汤中之王，吃这个粥啊，再配个菜脯蛋，菜包能。这菜包能没败家。这间店对我跟超哥来讲话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回忆。我们每次来台中工作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想要来这边，看是包个饭、包个面，还是炒几个菜，就是比较平易近人啦。真的蛮平易近人。对，现在四点多而已啦。对啊，等一下在忙碌了。等一下，你就会看到后面在排队啊。所以我说哈，女生能陪你吃大餐的很多，但是她同时也要愿意陪你吃路边摊，这样才是生活，才是夫妻嘛。简单的幸福。对，然后她的所有的菜真的都是水准以上。你看这个鳝鱼面，这个有多满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已经超过我一颗拳头这么高了，她居然可以把它装满。试试看，跟台南怎么不一样？台南的比较甜，这里的口味比较适中。这个也是在台北很难找的东西。对啊，还有我要来吃它的。这个是用油面炒，麻油腰子，这个就厉害了。你看看它这个料，一副腰子200块。外国人是不吃腰子这种东西的。我们在国外的时候，超市里面的腰子是很便宜，很便宜啊，而且外国人不买。你看这样满满一碗，吃起来有多爽！麻油腰子是没有台湾人不喜欢吃的吧？对啊，对啊。哇，好爽！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新产品。对，老板娘特别推荐的蚵仔煎，来，基本上跟我吃饭，从来不用担心菜不够，从来不用，只会怕菜太多而已。可是这个蚵仔煎也太夸张了吧？超级牛！你这个蚵仔煎卖几钱？八十。你知影台北干哪你的一半无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样子一角，我们随机搬的哈，这样一角就有十几只虾仁。这个80块哦。对啊。我告诉你好吃。因为它的这个表皮哦，吃在嘴巴里面脆脆的，你这真的功夫袂歹呢，好食呢。啊，恁这哪会内底放遮侪料？要赚人一块，爱人家要来，人家人来一工就免收。哦，要赚人一块，爱人家要来。对。啊，人家人无爱来，一工都无。对，我都是薄利多销的。薄利多销啦，哈、哦！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好吃的美食啊，今仔可惜。鹅肉，下晡四点外就卖了了啊！不一定啦，有当人家咧卖拢半价一只。刚开始的时候是250，对，然后来有调一下就调280，280还是最主要的是我是要赚那一锅汤，海产粥啦，所有的炒的东西都是那一锅汤。哦，不怪你的口味跟人无同，所以你们的海产粥也好，你们的菜也好，都是因为有那个鹅汤的鲜味。对，所以你最主要那个鹅卖便宜，就是你要天天都要煮。那一锅汤要是卖完了，今天就没有再卖那个粥了，用完了。学不来的啦，也不是，因为用心下去做了。我打鼓吧，我不用会，不用会，没用会。你用焖的呀？对。那这样要焖几个小时？要个一个多小时。难怪它的鹅肉，你知道吗？吃起来嫩啊，而且真的很好吃。
苏菲讲真的很好，真的就知道真的很好。我们这是我们每次来都必吃的东西。今天非常谢谢你们了，谢谢谢谢谢谢老板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他鹅肉会嫩了哦？有知道了，回去我也闷闷看。就算他都告诉你了，你回去做出来还是不一样。我回去来焖一只鹅，大家来焖一只鹅看看。哪天要焖要先跟我讲，对，那天我就不过去了。还是改天我们来焖一只鹅，然后拍成一集给大家看。请老板去你家吃看看。老板说：“干你这什么物件？你没用心，你走。”这是一道黑暗料理。我就用心呗，但是我天资不够。这个蚵仔煎，我相信啦，80块啦，在台北啦，你吃到的料可能只有它有没有四分之一啊？大概切一半啦。你刚问他说这个蚵仔煎料怎么那么多？对，我以为他要说，我年轻的时候在台北吃了只有三只虾仁的蚵仔煎，骂了一声。用心体会生活中的风景啦，即使是小摊贩。即使是路边摊，即使是大排档，他都有他自己的生存之道，他有他的理念，他坚持下去，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么好的一餐可以吃。这是我跟苏菲所喜欢的一间店，或许他没有很漂亮的门面，或许他没有很豪华的装潢，但是你要记得，这就是人生。喜欢我们节目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跟苏菲带你看见不一样的大排档美食。超拜，记啊这一下。记啊，这一项。那是鹅肉的酱。哦，鹅肉的酱哈，好，辣椒在这里。它的辣椒，嗯，美败。鹅肉的酱，嗯，好。没有鹅肉吃，我们就吃鹅肉的酱就好。没有鹅肉吃，我们就吃。